史上最鲁鸳鸯道落网闹妈妈。太夸张了，偷东西被抓到警局还要闹妈妈来。这对鸳鸯大盗今年五月起从台中偷到云林，前天下午在斗南火车站落网，两人到案时不但死不认账，还一直呛声叫妈妈，还要告警察诬告。警察忍不住大骂，怎么那么皮，连重返犯案现场还在装没偷平板。平板在哪？在地爷啊。回房包你了。在被害人指证莉莉下，当然是赖不掉咯。你爸爸送你的你到底在谁？你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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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